我们到青岛啦。今天早上我们的飞机从成都飞去青岛，我们准备在这儿待应该是5天4晚，这次回来还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旅游一下。然后小朋友呢想找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就选定了青岛。第一次来山东有点激动，我觉得这里人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很好。来了第一感觉就是很凉快，因为现在成都就比较热了嘛。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这次连攻略都还没来得及做，就是具体有什么地方爸爸妈妈他们其实之前来过，所以他们大概可能有些地方知道想去。我们呢主要就是看了好多好吃的，准备说就是逛吃逛吃打卡一下，带着娃带着爸爸妈妈，应该会是一个特种兵的行程。青岛5天4夜特种兵 Let's go。 我们来了，已经在排队了。我们今天来吃第一顿就是双河源，感觉很不错哦。95号、哦、没有没有，你看我22桌嘛、哦、还行吧。4:54来的，人家5点才开门。对啊，他4:30就开始放号了、哦、哇，我们来喝一喝这个巨难喝的饮料、嗯、据说啊，来喝一喝。为什么味？嗯，我看好多人说巨难喝，完全可以接受啊，就是一个很淡淡的一个什么味，是不是没什么味？我可以。嗯，你是不是买错了？嗯，到我们了。好吃吗？走。棒，跟我说你喜欢它，它的坚味好像比较重，还是可乐，原味可乐好一些，但是还是蛮有特色的。北方吃饺子必备，是不是？哇，哎，它这个醋有点不太一样哎，虾饼，好扎实的虾肉，嗯，哇哦。全家福，网上看了好多天了，终于吃上了。四川人很少怎么吃，我也好像也是没有吃过几次。大鱼馅儿的饺子，好好吃啊！哇，真的吗？嗯，好吃好吃。哎呀，配那个蒜和那个醋，刚刚好。这个是很饱满的、很大的肥肠。这是鱼的味道。墨鱼的我吃不出来太特别的地方，目前为止黄花鱼比较好吃。大鱼的，海胆饺子，绿色的。它的饺子真好吃，海胆的很好吃，是的。双河的，它是拉丝的，根根分明的，根根分明，跟鱼都有关系。嗯，好好吃啊！你看这个里面真的有那个海胆的馅儿哎。Vicky 最喜欢的就是海胆馅儿的，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黄花鱼馅儿的，妈妈也是最喜欢黄花鱼馅儿的。哎，爸爸，你最喜欢是啥子口味的？爸爸最喜欢这个鱼，双河石锅蝶鱼头。海肠捞饭，很粘稠的那种。嗯，对，有点想国餐。对，真的。吃完饭，我们来这儿54广场散个步。啊，这个缝里面有一股海味，很舒服。这里好凉爽，就是太舒服了。对，一点都不热。成都晚上出来散步会很闷很热，但这里真的好凉快。而且他们出租车的颜色跟成都一样啊。对，刚才在滴滴上面忘了手机。大家都来晚上散步，这里还挺热闹的。54广场，然后奥帆中心就在那后面。
五、四、三。Good morning， 早上五点半小朋友就睡醒了。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感觉他是不是有点睡眠倒退，前两天都是半夜可能两点过三点钟他要醒一下，然后可能要玩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才能再睡回去。然后昨天呢就很担心他半夜又醒过来，结果人家没有醒啊，人家睡得很好，但今天早上五点半他就醒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起来了。不过现在已经六点过快七点了，我们就准备起床去吃早饭了。来帮我戴个手链好不好？今天天气应该还可以吧？你觉得这个要戴吗？等一下我看。哎，没有扣好、哦，幸好你发现了。我刚刚涂了防晒，你要不要涂？你觉得要戴吗？还是就这样？非常简单吧。好。收拾完毕，准备今天出门。但是出门之前呢，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My Theresa 送给我和迪伦的生日礼物。对，这周我们两个就要过生日啦。这次呢，谢谢他们让我和迪伦在网站上面挑选了两件生日礼物，现在呢也给大家分享看一下。虽然 My Theresa 是来自于德国的电商，但是他们每次的邮寄速度都超级快，他们包装的也非常好，上面还有那个打包人员的那个签名的信息，反正就是感觉很personal， 然后很贴心的那种。看一下我选的一个礼物，噔噔噔噔，是一个帽子，它做的很那个耶，它还把旁边全部都保护上了那个纸。对，因为帽子很容易变形嘛。哇，天，大家知道我本身就是帽子新人嘛，我很喜欢买帽子，各种草帽啊，然后羊毛帽我都很喜欢。然后他们家的帽子呢就是一直欣赏了很久，这次呢正好我就选了一顶送给自己。我选了一个就是可能比较经典一点版型吧，然后也是白色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其实平时戴这种白色的羊毛毡帽戴的挺多的。我的尺码是一个 L 的，然后它很轻哎，它比我之前的那些帽子拿起来手感都要轻，但它是纯羊毛的，超级美，是不是很有型？怎么样，好不好看？嗯，它这旁边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翘翘的，然后上面是这种帽型的，稍稍的有点牛仔，有一点点。哦，它是可以就是自己稍微我感觉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那种铁丝呢是可以自己动的，然后它戴起来很舒适，就是很轻，完在头上完全没有负担的感觉，翘起来好看。哦，这样好看，这样子好看一些，超级喜欢，开心。然后这个人给自己选了一双鞋子，哇，也是一个我很想要的，就是让你试鞋的时候可能在那种地毯上试，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退的话。里面有一个防尘袋，去旅游的时候可以放进去。这个小包，这里面应该是鞋带吧，就像那个牛皮纸袋的感觉，然后是小版的。选了一双这种休闲运动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对呀、啊、它真的，你的鞋真的很像一艘船，因为我穿43码的鞋，挺好看的。它这地方还做了三个不同颜色的这个鞋带孔，红的、白的、蓝的，就是跟它这个颜色一样。哦，这个里面的气孔也是红、白、蓝。嗯，好细节。好看吗？好看，看一下。哎，不错。之前那个广告的那个感觉又来了，还蛮好看的。喜欢吗？喜欢，超级开心。生日快乐。那不用我多说， My Theresa 呢应该也是大家经常会浏览的一个奢侈品购物网站了。他们的网站上面呢有女装、男装，还有小朋友的东西，我之前也经常在上面给开亚挑选东西。他们家呢还有家居系，大家如果想要挑选礼物啊，或者有一些购物的想法，都可以上他们的网站上面看一下。那也非常感谢他们这次让我们在上面挑选礼物，收到的两个单品我和迪伦都很喜欢。那我们准备出门啦。我下面到了欧洲，我们到了那个天主大教堂。哎，大教堂打卡，好像那旁边可以进去，然后我们走那边去看一下。哎，门口好多小吃哦。哦，这边全是卖吃的，各种那种小店。小店。这里面好安静啊。
也就是忏悔室，对不对？你可以在里面说你的秘密。从教堂一路下来就是栈桥，到此一游。哇，到了海边，这个栈桥上面的人有点多哎。我们准备下到沙滩来看一下，哇。我们也算踩水打卡了，是不是？我们也算在青岛下了海了。耶耶！哦，我们到了信号山，我们走的北门过来的一条小道走上来。对，司机给我们直接拉上来了。挺好。我们现在走着走着，发现这里有个石头的这个道。这一家人环境相当可以啊！从这个门进来的人少了很多哎，非常的清静，然后路也修得很好，很好走。青岛的天气真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本来要说今天下雨的，这天气八竿子打不着，绝对不会下雨。漂亮了，天气不好啊，能见度比较低。哇，这个树上都挂了好多榛果了。哇，青岛可以可以。OK， 我们吃午餐来了，海信德馄饨，感觉特别老的一家店，现包的。对，我们是经常吃饺子。这个是什么馅儿的呀？是鸡蛋。哦，好多馅儿啊！哎，你们那边吃不吃饺子？吃，我们是那种红油水饺。哦。就是也是放辣椒什么的。对对，我知道。对。就是捞出馄饨以后，放上点红油。微波鸡心，微波烤肉，来吧。我现在面前的这个是一个全家福，全家福有六个口味，但黄的是鸭黄，鸭黄的皮蛋，皮蛋带白两个白色的，一个橄榄，是一个黄花鱼，真香，还有一股那个菜的那个香味。嗯，皮蛋它的馅儿给的很足味，很辣，很辣的馅儿。嗯，我发现了青岛。山东就是实在，嗯，这个蛋黄的很好吃，很好吃。那要是风哥的厉害，嗯，好，火烧，火烧，嗯，非常讲火烧，怎么样？嗯，两天用我嘴里头是哪个？它这边有单独的，哎，这里看不太出来，但是外面也是黑色的天了，感觉要下超级暴雨了。今天打脸啪啪啪的，早上说绝对不会下雨，结果后来下的那个雨都不是在下，像是从天上用盆倒下来的那样，巨夸张。他们休息了一下，我们开窗以后，当，好美，外面稍微还是有一丢丢雨，可是这也太漂亮了吧。你这个天气变得不要太快哦。海边都又有人了耶，远处还有一个游轮。非常的热闹哎，什么都有。有黄的，带黄的都是这个。那是十块三个，十五两个，十块一个。都是活的吗？都活的，你看这一股一股的，看，看，哇，活不活？要要点呗啊！那要一个。来了来了，这儿加工一条街。应该准确点说，这边这一条街全是各种加工的。刚才我们从那边的市场过来，全是做这种海鲜加工。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都懒得说，不满意说干得够够的，就是蟹子种东西了，那个椒盐，椒盐，椒椒盐，对，对，都原来吃椒盐的。这麻烧的不当葱炒吗？这个辣炒，辣炒，辣炒，这个辣炒。清喜酒已经上来，那得来一口。四厂的，四厂是什么嘛、啊？他们分几个厂好像，哦、然后说要喝四厂跟五厂的。比较好，这一家才14。Yes。舒服，非常淡口，很像海鲜。快趁热。嗯，好吃哇！这个很危险啊，这个很容易一直吃，有海的味道。嗯，比较危险，相当可以。这里听到这里，哎，我们也是来吃农贸市场了。你买了个海鲜，嗯，是不是好吃？哦，好烫，哦，这块还是把那个内脏吃掉了。你闻闻它，吃呀，尝一下，又黑的，还长长鼓鼓的，很爽。它的肉很扎实，哦呦哦，真的吗？啊，哦，就直接需要去那个、啊、那个，这个不要，我吃啊，啊，这个东西有的人不喜欢，你尝尝，我也吃，这样够，怎么这样这个吃？需要盐、爬爬虾。吃啥了？大啤酒。巨壮观，全部是做海鲜加工。带小朋友永远大包小包。今天准备出发啦，昨天晚上还不错，就半夜起来了一次，后来又睡了，我们睡到7点过起床，所以今天还不错。因为昨天我感觉我自己人都非常没有精神，今天特种兵继续。因为这次没有做攻略嘛，然后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我只有一个咖啡厅想去，其他就随缘。今天天气呢可能是阴天，晚上会下雨。走了走了、哦、这是谁呀、啊，哇，打了个哈欠。酒店出来其实那边就是海，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走过去过，今天又有点雾雾的，能见度不是很高，那今天看有机会能不能够去看一下海边。我们好像是第一个客人，就是可能糖吃的吧。这里面凉快，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店很简洁丰满。可以喝咖啡哦。拍婚纱的吗？现在就6对在拍婚纱的，就在那个小桌上。天哪，对，哇，还有狗子带了，你看，嗯，地上还有只狗子。婚纱摄影基地，好了，天然的婚纱摄影基地，他肯定热死了。旁边有一位锻炼的游泳健将。现在准备走去那个花石楼吗？这边应该还有一个第二浴场，但现在有点热。我们走的这个树荫下面呢会好一点。是谁告诉我青岛不热的？这是绿植搞得很好。哇，好漂亮啊！这边就是第二海水浴场啦、啊，我们今天应该不会去了，因为天气有点热。前面好漂亮啊，这边的梧桐树。但是我们来的时候，那个司机说，本地居民很多人还是不是很喜欢，因为它花粉到了季节很严重。
居庸关路。我们现在好像去一个什么，应该是叫公主楼吧，这里真的环境很好，绿化很好。公主来看公主楼，所以这里是一个丹麦的风格。安徒生童话我小时候看了好多，但是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了。嗨，我们也算见面了。今天的午饭，老方子锅贴甜馍，那这不得吃他个二十个。招牌墨鱼，大虾，来两个套餐。哦，谢谢。好，然后负责填好，一下多少？好了，一共80，我找您这边扣一下啊。来，青岛锅贴妥妥的，蒜醋的那个酱，那是小碟是吧？非常的好吃，里面是那个韭菜加一个整个虾哎。嗯，我来喝一口这个甜的。它里面还有粉丝，然后菠菜、豆腐这样。再来一个墨鱼饺。One nap later。睡了一觉起来，我们决定在酒店楼下吃个饭吧，因为感觉外面要下雨了。对，今天晚上要下雨。今天我们要去哪里来着？石老人海滩，今天终于要去看看水了，给凯凯已经换上泳衣了。石头老人，好，走了走了走了，给凯凯。我带了，就这样。带了吗？带了。好，嘿。还有房卡。房卡没拿，房卡。要不要你的帽帽？帽。对，帽帽。换好小鞋鞋，我们到海边啦。今天不是大晴天，就没有那么的晒。我们刚才到了这个地方，然后问了一个志愿者的老婆婆，然后她说让我们可以坐车去到那边看石老人，所以我们就打了一个车，想说去看一下，因为我爸很想去看。其实就是一块石头在那个海的那个前，然后上车都快到了，那个司机说啊，这边下不去啊，我们就又回来了，我们又回到这个海水浴场这里，准备在这海边散散步吧，然后看他醒来了，我们能不能够去挖一下沙子。刚刚我发现了，这次没有我做功课，我们真的是一路都在踩雷。我们现在坐在这休息一下，因为他还在睡觉。自己玩的挺高兴。可以坐地下吗？爸爸给你接的水来了。哎呀，哎呀，不要吃吃哦。拔萝卜喽！今天中午就吃这个了。好多海鲜哦！外婆捶三茄，土豆鲍鱼，鲍鱼，好香。它里面有那个海鲜的虾，很好吃的。茄子，然后里面有海鲜。茄子好好吃。它可以吃吗？我跟他们要了一点这个蒜泥，跟那个饺子一起吃，太加分了。你喝了这么多蒜？对呀、啊。点了一个咖啡，是这种袋装的，这么大就是桶子，像不像啤酒？老挝咖啡。幸好没有点两个哟。我终于可以坐着吃会儿饭。
哦，这个烧土豆好好吃啊。鲽鱼头，好了，咱这个秘制鲽鱼头以后一定不要吃中锅边哈。我回房间了，正好呢就是看一下要睡午觉嘛，所以我就带他回来了。然后迪伦呢跟爸爸妈妈他们也好像要去那个青岛啤酒的博物馆，我就想说算了，我就不去了，因为正好我要剪一下视频嘛。然后还有呢是因为我给他订了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待会儿人家会送到酒店里面来，所以我还是在酒店里面待着，可能待会儿要收一下这个蛋糕。今天我跟爸爸妈妈单独来了博物馆，因为看一下要睡觉去了。这里修的还是很漂亮哎，对呀、啊，它保持了德国的那种以前的工业感觉。这个上面会喷水。还有一个头冠，你可以戴起来了。妈妈，哎，我感觉这个蛋糕应该还不错嘞。这蛋糕还挺酷的，他给的蜡烛是一个石头一样的。非你给我去讲，给看一下，看一下。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今天要走啦，你的气球只有留在这儿了。今天外面天气超级好。不得不说他们家的面做的还是很好的，我加了一点这个排骨，然后还点牛腩娃娃菜，绝了。我们差不多已经收拾完了，就准备走啦。然后这个房间还没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走之前大概给大家看一眼。这是我们进门，然后这就是一个，它这名字叫什么？海景房吗？出去就可以看到海啦。门这边过来呢，先有一个衣帽间，空间还蛮大的，小朋友出门就东西很多都可以拿出来，然后我衣服什么的也可以挂起来。进门的这边呢也有一个吧台，它也有烧水的东西，就是冲奶什么的也很方便。这边上面还有一个小的这种酒吧台，虽然我们完全没有用到。这下面呢还有一个小的迷你吧台，过来呢就是一个床，开亚的床就放在这边的。这边有一个沙发，有一个过生日的人在这里玩手机。这边看出去就是海了，它的 location 非常的好。下面就是他们的这条主路，这边好像是香港路，出去看海啊也蛮方便的。我们这下面好像是第三浴场，这是第三浴场啊、哦，第二浴场，第二，然后第三浴，第一，哎、不对，第一浴场的，嗯，在那边。哇，青岛真的好美啊。这边就是它的这个浴室，这边有个浴缸，然后那边也是可以看景的，它晚上有那个窗帘可以拉下来的。这边是洗漱台，然后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梳妆台的区域，然后晚上都在这里剪视频。它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首饰盒，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我把我带的东西什么的都放在这里。然后这边马桶和洗澡的。好了，就是这样。